们要先过来的话，这特别像一个，这特别像一个，要不要从外面直接走啊，乖？我告诉你怎么弄。你们先过来。这样。里面其实可以站起来。萨德玛老师，哎呦呦！啊，过来一个人吗？啊，这是当年书店的全盛时期。那还有你的雕像呢？哇，嗨，那还有你的雕像呢？你那边有吗？没有。哇塞，哎，这个呢，在那边变成什么了？签名没有什么，要锁名，我送给你一个。哦，那我不要了。哦，签名，锁名，锁名，锁名。萨德。那写 D E A R D E A R Dear。D D E A A R A D A 鬼鬼鬼。Dear Ghost。鬼鬼写鬼就好。鬼。谢谢你。好，可以拥抱吗？好好学习啊！可以拥抱吗？别来那有的没的。可不可以拥抱？我不是一个轻易受诱惑的人。来，来，来，来。拜拜。啊，拜拜！我原来是你的凤凰吗？你要好好的跟我说一声再见。哦，不是你，签名在我先放的，我等等再回来拿。哎，哦，在我们那边书店有我这个雕像吗？对啊，如何确定那个是你？这么贱的表情，除了我还有谁有？那边并没有。这么贱的表情，就看着都想打的雕像，只有我。不是本人，好像哦，小粉丝到此一游。谁做的雕像？我的天哪！这个节目组打算怎么处理掉？拍完这一期以后，这个不会就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吧？然后过两天就出现在长沙的垃圾车里，但你送给我，我也没地方摆啊，而且摆个这个在家里，人会说我变态的，这么自恋。做道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，很容易伤害人的？哎，哎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？怎么被你发现？哦，你找到了他的这个，你怎么找到他这个的？我找到什么？他的什么？这个，这是你的，对，所以我才去质问他嘛。哦，所以你看到的那段监控，就是我在12:30去了他的办公室，这上面写着不要动。喂，这好无聊，里面肯定有钥匙。好可爱啊，这一套我要拿走。我们家我们家5年的碗都够了。这有，你看这写的什么？不要动哦。这应该是我说的话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哦。这个你们节目结束以后打算怎么办？啊？这个会跟雕像一个命运吗？垃圾车。为什么感觉他比我高？贾斯汀，拆什么？
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有个密室。对，有个密室。谁先进去？就这样吧，我们就这样，然后等派一个人进去。我先进去。对，你去。我怕我进去的时候你就放手。就是，没关系。就万一砸死。快进去。现在我可以进去吗？进去，快。进去以后把他们关进去。快点，来进去，快走。进去，快点，喂。我们都进去找，快点，一起进去找。那吧，你快点了。我帮你拿着。你先进，好，快给我拿几个杠铃来，我把他们门堵上。可以，我们就这样，来放，可以放。好，可以。可以，慢点。这两面墙都是假的，就是好，可以。这两面墙都是假的。欢迎来到芒果 TV 综艺频道。